阿彪这次回到家乡大竹，遇到一个这样的老爷子，帮他剪了个头发，他说要给我钱，帮他拍了张照片，他也说要给我钱。原来充满爱心的人到处都有，并不是说只有远方才有温情，家乡也有故事。人家有人找我，对不对？人家啊，我是来剪头发的。剪头发呀？剪头发不要钱，给你们剪头发，要过年了，哎。那没有的吧？都是没事的。你要剪的话，我都把东西拿下来给你剪一下。要的吧？要的啊。啊，这个反正扯到。那又不去粘嘛？不去粘，反正麻烦。回去好多个鸡啊？回去八九个鸡。八九个鸡。嗯。下不下蛋的吧？没下蛋了，都是不生蛋。哦，你脚干了不了嘛？我是肥子。脚原来整到的吗？还是现在啊？原来哟。给我15年了，我80几了的。80多了，要得，我们个人来，你不晓得长板凳，哎呀，搞得那么客气。今天出来不仅是我，还带了一位小老弟，让正在读书的他们学习学习如何近距离快速的与陌生人建立起交流，俗称也就是怎么做一个厚脸皮。这大小子哪里一只？听到他个人晓得。你好久去赶一次场啊？我还不得赶场，都落不得人。你不去赶场啊？我就是我预期他上还是农水，他带些剪子在那给我剪。那要好久才剪一会儿喽？2个月。2个月。3个月，差了2个多月。啊。哎，我雇了他，我过去吃完了那些东西，他给我买起来。他给你买起来？哟，我谢我娃娃。那现在你一个人住这里啊？我一个人住这里，哎，我路来我老婆走过我都。这个天气了，我都没出去的。那些娃儿不喊你出去，对外头去。他就是我姑娘，我侄儿也喊我在上海去，我过到不来。上海。我年轻的过不到。吃生我过不到。嗯，对头。我们是吃扒汤麻烦的，有那个要换个扒了也不得行。我菜肉麻点哈肉啊，吃和炒点哈都吃了。嚼不动。我要吃扒的。哦。对头。老爷子说今年85了。自从老伴儿去世后，就独自一个人生活在这里。家里有3个女儿，2个儿子，曾经也都叫他过去跟他们一起住，但原因你们也听到了。相对于和他们一起吃住，老爷子更喜欢一个人独自在这里生活。牙齿不好，想吃软一点就煮久一点，想吃点啥就煮点啥，并没有什么来自子女为其身体好所定下的条条框框。这种独自生活的老人，我相信你们身边也有不在少数。那个房子有好多年了哇、啊，房子了有几百年了吧？几百年了哇、啊？不是几百年，我们那个房子的。哦，五月换改造，五月学的改的现朗，原来是现我房子。啊，你二十几了？我26了。26了。嗯，那也给我们12年的啊。给你们12年的啊？哦，他把3年多，都是28、29了哎。哦，他给我1年的，他现在在读博士。对。研究生，读出来28、29了。哦，嗯，应该，头发都被弯高。就是了，弯了看看85了啊。没得啥子毛病的哇。就是累。就是累。支气管炎的哇。支气管炎。今天吃了5元钱嘛，那也不给我等下要该死了的。啊，就我那12，要开医。啊。不医不得行，我事儿都把我拉到重庆。大主东西用一个医啊，哎，我就医，但是我脚杆脚折了，那天脚杆就绷硬了，这那个不那个医生，那天医是再不医，也听了就听了半边红了报告，你也现在没读书了啊？我们读26了的。26啊，因为有些读的30几啊。来自85的年龄，以他的那个年代，当年能读到高四，说明也是个文化人，谈吐得当，不骄不躁。在我给他剪好头发后，他还说要给我钱。看些好不好看呢？一定莫去拿钱，你不要拿钱，莫去拿，不拿，不拿钱，不拿钱了，不拿钱。你走起来，我看你把钱本都拿出来了，不拿钱，我看他剪的好不好？哎，可以哦，哎，你看我的钱都看得到，前头一个、看得到，一个小镜子，噶，哎，他是要的噻，噶，真的好。他硬是难得遇到一会儿，噶，是的，就是。哎，我给你找个照片，要得吧？你屋头有照片没得啊？屋里没得，没得照片，我给你找个照片，拿得。要得哈。这个要得，要得，这个要得噶。嗯，你看修改修改的脸上那些都干干净净的，好看些哦。是的啊，都是。哦，嗯。在我给老人家剪完头发，准备用无人机飞一下这个环境的时候，声音吸引来了一位老奶奶。
他的问话让我有点哭笑不得。小子啊，会飞得高啊？飞得高嘛？飞得到500米。哪个那个？嗯，我把人飞了到500米吗？那不得行。嗯，人只有坐飞机噻。哎，照片已经拍了，我决定帮老人家把照片打印出来，让他放在家里。毕竟像我这种免费剪头发又给拍照片的人，真的是太难遇到了。刚刚我听到说80多了的照片都不得够，我给你整了个照片，厉害，哎，你看嘛，哎，多少钱？啊，不要钱，不要钱，不要钱，哎，就是，你看要得的嘛？要得，好，照得好哦。啊，照得好嘛？你们看要得的？要得。你都好好生生保重身体，二刀。有机会了又来给你剪头发，要得哈，啊，哎，你没得照片就拿些磕到屋头，要得哈，啊，照了我的相片，好大钱，小伙子，啊，多少钱？那个要哪样钱嘛，单独跟他弄的，哪照顾？你说你要照顾啊？你照不照啊？我的衣裳给你啊。哦，那你衣裳没弄好，都只有下回来，下回我再来，你在哪里做嘛？呀，你看东门，东门啊，要得，我下回来，隔几天来，哈。老奶奶很腼腆，她说她也想照个照片。但是他没有换衣服，所以我说那下次帮他照照片，因为这次外出旅行准备的所有相框都已经用完了，等下次相框到的时候我就可以好好给他剪个头发，拍上一张照片。实际上我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利益，但在这平淡的生活中，我相信通过我的一点点行动能给这些留守老人他们带来一丝丝温暖。人人都有故事，人人都有经历，只是缺少一个倾听者。一旦当你用心去倾听，就会发现不一样的精彩。